我是 Fashion Boy， 我不会飞，可是我很会掀波。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 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今天是我一个人过圣诞过的一天。其实之前跟你们讲过，非常想要做开箱，终于，因为我这天给你们带来这个圣定威尼兰的独家 exclusive content， 哦 ，exclusive content， 哦，也是我很喜欢的鞋子。在今天登录，我也在今天抢到了。今天的主角就是 Air Jordan Gatorade Retro High OG。我不可以讲我自己是一个很专业的 sneakerhead， 而是我本身非常喜欢 Air Jordan， 所以之前 Off White 的 Nike 的 Ten 系列里面，我非常想要那个 Air Jordan One， 但是因为价钱没有很便宜啊，所以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但是，现在有这两对啊。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开箱。这个 Gatorade 运动饮料它总共有四个不同口味，那么这个全新的复刻版呢，他们就根据这四个口味做了四个颜色。我们有这个 Lagoon Blue， 我们有 Orange Peel， 我们有个 Grape， 我们有个 Lime Lemon Lime。我本身很喜欢牌子的联名，但是我不喜欢没有诚意的联名啊，这样可能好像Air Jordan， 然后 Gatorade， 他们就知道这只是经典款，然后就把 logo 全部印上去。我买了过，我都西北独蓝啊。这只鞋子呢，细节方面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做到100分了。这整个系列里面有复刻了三个不同的 Air Jordan， Air Jordan 1， Air Jordan 6， Air Jordan 32。这整个鞋子最令我 surprise 的是它在鞋的身体的这个材质是一个皮啊，它是叫麂皮啊。首先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Gatorade 的闪电 logo， 然后 Air Jordan 的 Wings logo。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哦，尽可能都不会把这种 tag 拿掉的人。这个是鞋的舌头是吗？应该是叫。我觉得它除了看起来特别帅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它加强了它的保护性，因为我本身有两对 Air Force，Air Force 的这边非常的容易会破裂，就可能你在太阳底下晒太久啊。还是什么之类，它就会开始破裂，然后破裂了过后，里面的棉花就会跑出来。但是这种应该是完全不会破裂，我想不到什么原因它会破啊。然后最令我开心的就是有这个很 classic Air Jordan 还有 Gatorade 的一个 tower， 非常的帅气。然后这个鞋子最令我开心的部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水晶鞋底。水晶鞋底的鞋子哦，可以让你的鞋子看起来格外的，格外的成熟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像一个 boot， 所以你一穿上去过后，男人的魅力出来了不？我买一个东西最主要原因是我穿了过后好不好看，这是最重要，因为我花了钱买嘛，大佬，买过后不好看，不是我穿它穿高我，妈的买来搞咩，大佬，是不是？最失败的就是哦，你一穿出去人家问你，哎，这是真的假的？哎，爸爸给你钱买的？哎，所以这东西一定要穿得来符合你本身的气质，这是最重要。那么至于它好不好穿呢，我就不懂，等下我穿来给你看。网络流传一句话，它是一对可以让你 dress it up or dress it down 的一个鞋子，就不管你是要穿 casual 或者是穿西装晚装，你都可以配 Air Jordan。 Alright， 这大概我的介绍就这个后面有 Be Like Mike 的这个 tag。 Anyway， 介绍部分就介绍完了啊，是时候来穿一穿看What we do here is go降穿就对了的第一集的话讲过，买鞋的话如果你不是很高脚不是很长的话，就不要买那种 all black all red all blue 穿了就 all in。 这个鞋子的唯一缺点我觉得是，也不是缺点，因为他们可能要走它的概念，就是和那饮料一模一样，虽然没有多余的白色，是很容易弄到你脚看起来很短，所以你要穿这鞋子呢，最好就是穿越素越好，因为你鞋子已经够亮眼了，你就不要用其他东西来弄到你整身更重，所以我觉得穿黑裤就非常好看了。如果你想穿短裤的话，你腿够长的话呢，就可以穿配多个中筒袜子。
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此为止。伟哥，你开这冷气。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看了这个影片过后，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分享一次，看个把式，看一下我的直播 ，like 我的 page，follow 我的 insta，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期见。Yo， 大家好 ，What's up？ Jordan， 师傅，那也能够讲很舒服了，哎呦。